敖犬去年大方对外公开和空姐女友的恋情消息一出，受到大批粉丝的祝福。公开恋爱后的他，日前在2月14日西洋情人节当天，和正妹女友在社群平台高调晒恩爱。他公开一段过去小两口一起前往日本旅行的影片，当时他还甜蜜发文表示，两人目前一切都很好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最近他则是在 IG 晒出一系列两人穿着情侣装的放闪照，只见两人都身穿白色服装，拍下多张欢乐又甜蜜的合照。女友还亲密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露出幸福的微笑。照片一出，令网友全被闪下，搭载两人真的好登对，超甜蜜啊。